八十六万一座啊！现在开车，说，哈，嗯，哦，啊，别的天哪！ 冷水下锅，加料酒焯水，起锅烧油，鸡腰腿搞里头，煎制金黄葱姜八角搞里头，蚝油一滴的，生抽搞里头，可乐搞里头，再来点生命的源泉，盐津津丝菜椒搞里头，盖盖，咕咚20分钟，家人们，红颜又来管大家要双击了，如果您手机还有电的情况下，求求大家。 给红颜一个双击，让红颜也上回热门，红颜在这儿，谢谢大家了。可乐鸡腰腿完成，我先来一个，嗯，老香了啊。 你们看，捡了好多鸭蛋。
局的稿里头，下入我家祖传的冰糖，再加入我媳妇的洗澡温水，摸过橘子，扣上锅盖，再呼它半个小时。家人们，小东教大家录菜两年了，哪怕您学会一道菜，请给东哥一个免费的双击以及关注，东哥在这块就谢谢大家了。美食完成，我先给他搂一个。哎，我太热了。找一个容器，将煮好的橘子给它放入容器中，给它扣上盒盖，密封晾凉。想什么时候吃，咱就什么时候吃。发了，卷个大葱，我家花做的钵钵鸡，好。超级超级美味，今天来个大龙虾尾哦。
咱们蘸上辣椒酱。老天爷，想不想吃？想吃双鸡。又太嫩了。啊，过瘾啊！一定要给我个双击啊。大肘子继续造，真香。